到底为什么会发那么贵？先来嘛。所以呢，我怕说以后没有机会，我们先做一下推荐介绍，可以吗？还是不想？还是要啦。不让我们有那种像明星的感觉嘛？所以只画短短的画个一个小时而已哦。好，先从左手边好不好？刚刚讲哦，刚刚差不多七点多的时候，有没有？对，外面很多人。对，哎，真的。好长的，要进场。后来我往前走，他是去二楼的。为什么？他们要去到排吗？不错哦，居然可以到排队，结果进二楼这样。哎呀，我介绍推演了哎。哦，对，不要打断哎。好，哦，我们先从最左边开始啊。你要自己讲吗？还是我讲？我自己讲。啊，你说。大家好，我是龟武团的吉他手谢朝龙。大家好，晚安。默默在看，默默在看，我很认真。很高兴来到台北，可以看到吗？我们准备，妈妈说好了，他是低头的。好的，其实曹总他一个英文名字叫杰森。那为什么叫杰森就不多说了，请搜寻我们脸书贵妇乐团啊，下边就会就会告诉你。其实杰森的中文的意思就是杰森啊，为人相当的节俭啊，所以他叫杰森龙啊。好，紧接着我们贵妇乐团的另一位，其中一位主唱。问你了，我是录音单的，然后我是贵妇乐团的小编，那个粉丝这边都是小编，好不好？我是真面目了，终于露面了，露面了，哦，好动，讲一下那个问题，好动，好开心哦，然后在台北这个地区，然后跟大家一起再相聚这样子，然后还有很多我们台北小朋友。待会可能需要你们的帮助了，就比如说一些收银的有没有？好了，就这样，收银子，就这样。我刚刚以为说那边是这个陌生的，然后我不认识，结果发现其实全场都是认识的。很像你啊！对，我是小编阿达。哎，欢迎收到。好，来，最右边。打骑士器的，哎，各位朋友，大家晚安，我是方二代的。好，专门打骑士器的，我是鼓手阿田。打的，拍手。好他们就很爱生气，讲出来。好，直播，你就是要讲他怎样。好，下一位在我的右手边是我们贵妇乐团的另一位主唱。好，大家好，叫伟刚，哎，谢谢。好了，开始讲话，下一位。好了，大家好，我是贵妇乐团的主持人老王，负责主持的啦，哦，唱歌就没有什么。好，紧接着我们快，因为那个。工作人员在催促我们台湾最后一首了，我们只好带来最后一首歌曲。那在唱最后一首歌曲之前，我想问一下现场的朋友，你知道现在那个台湾原住民台湾原住民证明的族群总共有几族吗？几族？漂亮，再鼓励一下。举手一下，举手一下。不简单哦，猜得出来。你知道哪16组吗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再说了。你干嘛举手？哎呦，你讲的不知道嘛？好，那其中的编单组就是16组的其中之一啦。那编单组呢，又可以分为10个部落。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《版图歌》，主要在介绍这10个部落的分布的位置以及它的名称。我相信现场很多除了朋友一定会唱，待会就不要吝啬你的歌声，好不好？一起唱好不好？把这个场合、这个表演当作是自己的 ，OK， 可以吗？刚刚上一首已经有一对情侣在后面那个跳舞，对，好，待会如果你们想跳的话，好，小心一点，继续啊，继续跳舞喽，来了，开始喽，对，你们就自动把那个桌椅集中了啊，我们直
前面。哎，姑姑，你不是有脚架吗？去拍照不是吗？老板在前面。拍照。